我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，和千千万个个教师是一样的。当个好老师，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，做个星星之火，点亮孩子们的人生。今天是教师节，也祝我的同行们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。那块黑板平静安详，那张书桌却要飞翔。一个灵魂山中起舞，一种信念随之歌唱。病痛不能撼动坚强，苦难终会缴械投降。不向命运低下的头，就来迎接灿烂朝阳。啊，你是如此平凡善良，却温暖我们的心房。你是希望的那道光，把我们的人生照亮。你是燃烧不息的蜡烛，你是屹立不倒的脊梁。你是冰雪中那只美，香气芬芳，把世界绽放，绽放。那块黑板平静安详，那张书桌却要飞翔。一个灵魂山中起舞，一种信念随之歌唱。病痛不能撼动坚强，苦难终会缴械投降。不向命运低下的头，就来迎接灿烂朝阳。啊，你是如此平凡善良，却温暖我们的心房。你是希望的那道光，把我们的人生照亮。你是燃烧不息的蜡烛，你是屹立不倒的脊梁。你是冰雪中那只美，香气芬芳，把世界绽放，绽放。你是如此平凡善良，却温暖我们的心房。你是希望的那道光，把我们的人生照亮。你是燃烧不息的蜡烛，你是屹立不倒的脊梁。你是冰雪中那只美，香气芬芳，把世界绽放。